记者陈新于新北报道。第八届蛋黄酥节今天下午在新北市市民广场登场，各家师傅现场烘焙，由专家从24组店家中选出传统组和创意组前三名，其中传统组再度由名店中山龙凤堂拿下冠军，创意组则由拉菲勒 La Palette 新店中正店再次拔了头筹。新北市长朱立伦下午出席颁奖典礼，表扬经典组、创意组和人气奖等店家。经发局表示，今年经典蛋黄酥组第一至三名分别为中山龙凤堂的乌豆沙蛋黄酥、拉菲勒 La Palette 新店中正店的经典乌豆沙蛋黄酥，以及凯乐饼铺的经典乌豆沙蛋黄酥，而创意蛋黄酥组第一至三名为拉菲勒 La Palette 新店中正店恶魔果是火龙果蛋黄酥、新格麦食品行金沙蝶花恋蛋黄酥以及中山龙凤堂树来宝蛋黄酥。人气奖则是由观众现场试吃票选，第一名为拉菲勒 La Palette 新店中正店恶魔果是火龙果蛋黄酥，第二名为新格麦食品行金沙蝶花恋蛋黄酥，